这一辈子花在这个摄影方面的钱，对，那简直是，恐怕是几套房也得，只是玩了。为什么后来就起了个网名叫"边玩边摄"？任何那个就比赛之类的都不参与，都不参与了，一直是大姐很低调，一直当作是自己的一个爱好。不像您这个搞摄影的人太多了，这也不显不出来。哎，你搞摄影搞多少年了？搞摄影？得算一算，从70年开始玩摄影。哎呀，到从120135。127、那个时候都玩过是吧？那个时候是不是反转啊？那时候玩的已经就很专业了啊。玩摄影完了以后，自己的暗室啊，放大机，什么洗相机，对，冲印机，什么洗上光机，冲洗映室，对，写影液、定影液。后来因为自己玩的也比较好啊，在单位呢也给他们搞通讯报道啊，摄影报道搞了几年。哦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真的到了机关以后，又改行到那个，就是那个，那叫什么生产，搞从事生产管理了，哎，这方面的工作了，哎，对，安全保卫嘛，安全啊，安全保卫，这样子的了。但是这个爱好始终没放下，只是玩了。为什么后来就起了个网名叫"边玩边摄"？过去的时候吧，我是专门拍长城的，长城摄影，就是建了长城。后来我们玩长城摄影的这伙人都说起来都说呢，看不见长城都不想摁快门。哎，就那是靠照片。人啊，学摄影搞摄影一般都是最初的时候，都是没有定这个门类，对，就说是见什么拍什么。等到玩到一定的时候，或者是民俗类，或者是什么类，我们后来就是专门就是长城类啊，你叫长城类啊，就是长城摄影。就是说您的那个作品有没有在，就是参加过什么获过奖呀，或者参加过好多比赛？是，我家里头就那个红本本啊，也是下这么厚啊，取过很多荣誉是吧？那你是就说现在也算是这个加入到他这个摄影家协会了吗？有没有这？是。是，我是在文革以后的恢复摄影家协会以后吧，最早一批的那个市和省的就摄影协会会员。哦，省级摄影协会会员，就是82、83年。哎呦，那么早。82、83年，咱们国家文革以后恢复摄影家协会最初的时候，对，叫就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书法、美术。等等，就是叫一个对文艺团体，哎，对，哎，后来又开始分家，对，分家我们叫摄影工作者协会，哦，又成立，又改成摄影家协会，摄影家协会，那您就是摄影家了，哎，对，最后对，反正就是一个爱摄影啊，是不是玩了一辈子，哎，玩了一辈子摄影，嗯，那你设备的话，跟他们这个就与时俱进嘛。现在这些都是数码的，过去都是胶片的，数码现在玩的什么？玩的是5D 兔、5D 三都玩过。不是，我都是玩的都是尼康的。尼康的啊，始终是尼康。尼康800。对，800，800和那个750。哦，750哦，玩尼康啊，这一个系列就系不一样。最早的时候，有的喜欢玩哈苏。最早的时候的机子也是咱们尼康系列里头的。顶配就是那个F2，我过去有一个就是叫 M2 吧，啊，F2 就是胶片机，你说的那个是胶片机，那个是胶片机的，对，数码机的最高配的时候是D2X 啊，D2X 啊，对，这是我比较早的尼康的那个顶级的相机。也就是说这个买这个喜欢的摄影，这个以后就是投入也不小。收入不小，就说人家说就搞摄影是怎么回事？这一辈子花在这个摄影方面的钱，对，那简直是，恐怕是几套房也得，几套房也有了啊！因为最初的时候玩胶片的时候，那个自己的那个冲洗印，对，那胶片呀、相纸呀、对料呀，那都得花钱买啊！对呀、那个自己虽然自己做的放大机、洗照片的机器。但是那都是花钱来的，都是靠，就是那时候费钱。是，等到后来数码时代就好多了。嗯，不过我从70几年、80年之前吧，开始玩上，开始搞上单位的摄影以后，就不用花钱了。那时候就开始不花钱，公家来出了。对，哎，对，后来把相机都没有了啊，所以后来我们多少年以后就又说起来就说呢，
玩了一辈子摄影，连自己的相机都没有，这才实行了，这才后来又开始又重新买相机。重新买设备，你买设备买最贵的设备花多少钱？单套设备的话，也就是一两万块钱吧。那加镜头的话就贵了。就陆续的加呀。哦，你比如说入相机的时候一两万，完了以后一直就往上加，往上加，对，添设备，对，所以说最后的设备的总价值怎么也得再个十几万吧。对对对，这个东西没个尽头，其实到适当的时候就可以了，停止，不能再玩设备了，追设备，这回就再不增加了，再不增加了，对。其实现在现在数码设备已经基本上已经能满足一切了，是吧？放多大都可以了。现在也基本上就是说是。好多年已经就开始，就说是啊，边边这是您啊，边我没对上，没对上，对，对对，就是我在这个就咱们群里面见有您的名字，任何摄影活动不参加啊，任何那个就比赛之类的都不参加，都不参与了，就是玩，是只是满足自己的爱好，对，就这意思，是吧？投稿之类的全都不参与了，哎，你们这个生活行，这种生活追求也挺好，把银滩看着自己最后的归宿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样可以这样想是吧？对对对，行，祝你们在银滩这个生活的好，玩的也好。好好好啊，谢谢大哥大姐啊，谢谢好，再见。